他日必将再会。 有几个人从这里走过，背着篓子，提着铁镐什么的，和你说的差不多。前面还有个小孩，晃晃悠悠的。我被杀了，荒原元素陷阱超生之物，人臣安能平息？ 震天撼地，善与恶只隔一线，此乃天道。神明攻击了我赖以为生的天脉，这就是神的考量吗？我为己闻。哎，等等，我这能算习武吗？到哪过来？焚烧吧！ 丹书解气，我现在应该算文武双全了吧？有人劝过我低声下气，谨言慎行，说这样也许能获得谅解。只是因为他们没当过真正的罪人。判决，以双还愿。 以眼还眼，断绝深仇。这盏陈歌壶就送给你们了。 我已经招了个小家伙在湖里等着你们。有关这陈歌湖的一切事宜，你们都可以去问问他。